号，汪峰在微博艾特华晨宇，并发文说道：“花花，听说我和你吵架啦。”华晨宇随后转发：“啊，谁说的？找他去。”并配上两个愤怒的小表情，还不忘补充：“明明是夸我最多的。”原来是近日有传闻称汪峰和华晨宇因录制歌手而产生争吵，还爆料称汪峰对花花直言：“我忍你很久了。”这样子虚无有的造谣也是让人很摸不着头脑。即刻，湖南卫视歌手官方微博就发布了正式声明，澄清汪峰和华晨宇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矛盾，这样恶意散布的信息实属虚假新闻，并表示已经上报相关法律部门进行备案。芒果拉新闻拒绝恶意造谣，观众们还是用心听歌吧。报道。